我们在各个大学的校训先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成大这个有些人不太喜欢，因为前不久才把他的铜像搬来搬去，哦，这样子。然后那个就是当然就是我们以前老讲的穷理自知 ，OK。那清华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那阳明校训是真知力行，人心人术。那台大校训是力品力学，爱国爱人。看，你看，你有没有看到？欸，奇怪了，网络上可能有错，这网络上摘要的。OK， OK。那我们这里就把那個网络上的，我这都是 Google 查的哈。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各个大学排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扫描一下。所以你看，有城朴雄伟，有博学审问，积极创新，城朴精益，城朴博弈，还有城朴精勤，敦爱笃行。这大概就是我们那个，那下面还有这是国立的，还有私立大学的，私立大学还有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然后总之，这大概是我们台湾的各个学校的校训，对，看我这个开启牌不错吧，对不对？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国外的校训，你可以看出来完全不一样。国外的校训，你除了第一个法无德不立以外，你看它是全心全意工作，你不会看到这种就是不要偷懒的意思。然后还有知识跟虔诚，还有真理，还有真理使人自由，愿知识之光普照大地，对不对？哦，真理解放心灵，心灵与实作，你看跟我们中国的完全不一样。OK， 他们其实你就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列的一大堆学校，你看到那边是重视所谓知识啦、真理啦 ，OK， 使人自由啦。OK， 光照大地啊，等这一些。那我们中国都是要勤俭建国啦，要城朴啊，怎么样啊，类似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也是会构成我们在台湾很多时候我们的学校里面大家的理念会跟那个会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只要去西方看到就哎，好像人家都是这么说，我们学都学这一套，可是回来台湾不太一样。那这是校训几个字，我们再来看一下，说像 Duke。这是 Duke Medicine， 所以你看他就会在那边讲说他想要做的什么，这是世界一流。虽然他还能什么 Academic 跟 Healthcare System Transform Medicine 或什么类似这样的状况 ，OK？ 那他其实他是一个 System， 他 combine 这个他的 Medical School 跟他的 Nursing School 把它 combine 在一起，还有整个的一些 Hospital。那你可以看到说，所以他会很清楚的写清楚他的Mission OK， 还有他的 Vision 是要怎么样的去进行，那所以他就会下面列出来一大堆 OK， 大家其实也不用看太仔细了，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要 Transform Healthcare Teaching 跟 Research， 就是你看完整个所有这里面只有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字叫 Teaching OK， 其他地方你看不到，他这样密密麻麻一直下来整排 Duke Medical Center 要告诉我们做哪些事情，密密麻麻说做这么，从 discovery 到 clinical practice， 什么一大堆这些事情。所以你看到一个整个 Duke 的 medical center 里面，他所有想的都在想这一些事情。OK， 那我们那个林学务长来，我们等一下再给他看前一张一下。食物来请。好像那个办的有差哦，嗯，我一定要给林学长看这一张哦，就是这是国外大学的那个，对对，够不够？拿来拜拜哈，谢谢。哎，我刚刚是在提讲说我是 introduction 哈。所以我们看西方大学的校训基本上都是自由、知识、真理，然后我们中国的校训大概都是亲爱、精诚、城朴、雄伟等这一些。啊，我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导说我们中西方有一些不太相同的地方。那我们就随便看几个 medical school， 那看第一个 medical school， 基本上来讲，你会看到它这里面一大堆都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把一些事情做好，我觉得这是一个 OK 一个 medical school 里面所应该注意的事情。所以你看到
他第二个他就开始写，我们要 making important advances in biomedical science and fundamental research。OK， 所以在下面用经由 multidisciplinary 的 laboratory， 从 discovery 到 clinical practice， 整排下来，是我们整个是 Duke Medical Center 他的整个想要做的 approach 都在这个地方。OK。所以你看到到连到最后一个地方，他都会讲说要 training the scientist 或 clinical professional， 这样一排，这是他的 medicine 的 vision 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再看，假如再更高档一点 MIT 的话 ，OK， 他也写得非常清楚 ，OK， 他是要 dedicate to provide 他的 students command 非常严谨的 OK academic study。然后还有 from 这种 excitement of discovery okay, with support okay, 我觉得我们其实要去看这一些学校，他们基本上都在追求一些所谓自由知识光亮 okay, 然后他们所希望寻求的 okay, 就是让你在一个非常严谨的学术环境里面，然后能够得到 science 的 discovery。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个学校还有整个的里面大家应该发展的一个 essence， 一个中心的点。那我把那个，那这是我们各位应该都最近有没有看电视，有看电视应该都很记得这几句话，大家这是谁，这是我们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你看你以前你一定没看电视，我有看电视，可是我没看到这个。哎呀，你们反复都在播这个空谈误国，因为他们都喜欢四个字，跟我们台湾领导人一样，实干兴邦 ，OK。然后这一句你们，哎，你们都没有，打铁还需自身硬，你要去打铁，你自身要够硬才能够打铁。我其实蛮喜欢那个中共领导人讲的话，直截了当。我们再看说他在前两天又发布他的新的命令，洋洋洒洒。第一点，提高会议效率，开短会讲短话，历届空话套话 ，OK， 整个下来 ，OK。然后这是乡民就会在写新当家的开场白，让我们百姓看到了希望。OK， OK 啊，我其实是从这里引开始我的题目了。OK， 简单来讲，中共的虽然也有人讲说啊，还没做到不要谈这些事情，可是中共领导人一直接讲说，他就开始，你要看这个地方。他不去叫别人怎么做，他说首先开始改进警卫工作，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减少交通管制，不安排任何接那个。我们现在一天到晚，好像都在搞这些事情。OK， 他就是所有，还有不准自己去写书，不准 发表你的讲话单行本，所有的领导人都不可以做这种事情，因为你一定牵涉到权威，下面的每个人都会拱你来写一本著作啊，你的话要集结成那个啊，不发贺信、贺电，不提词、不提字。不管怎样，这是他们所发布的新的 OK， 那么在中共上面要领导的要怎么样进行的 OK， 那大部分的同学都同事都知道我是属于又绿又红的 OK， 所以那不要觉得蛮奇怪的 OK， 所以我对这个还蛮熟悉的。Anyway， 这你看这个我们跟我们那当年那个蒋经国写的差不多嘛，要例行勤俭节约，对啊，可能。每一桌只能四菜一汤，还多少？类似这样的。OK，Anyway，不过我个人感觉 ，OK， 其实来讲，有些时候就是你可能就像说打铁还需自身硬，要先从自己砍起，自己做起 ，OK， 你才能够得到大家的幸福。假设没有从这个地方做起，就告诉别人说，可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OK。那 我稍微归纳一下 ，OK， 我们前面几位老师对医学院的期望，第一个，这是属于我们称为叫，对不起，我每次都说这叫黄坤元派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具有先圣先贤的风范 ，OK， 类似这样子 ，OK， 那有好几个老师都有反复秀出来说，我们一直期待说 ，OK， 那其实我为什么一直 question 这一点？其实我对黄坤元院长我一直充满了敬仰。我讲这个话，下面怎么大家没人相信？我真的是从心中充满了敬仰，但是我觉得听其言观其行，但是我一直觉得他被过度的夸大。OK， 我觉得他被过度的夸大。我
就像我们常常讲的，很多事情，假设他真的如此的福无众望的话，为什么我上次有时候讲话比较不客气？我要直接讲，就不可能人什么时候才知道？等到他没有权势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受到别人敬仰。最少来讲，在他成立他的在六楼我那间基医所办公室成立 office 的时候，只有三个临床老师来，你就知道了，他到底有多福众望。我们的维免所老师，你不要昧于这个事实，其实有非常有非哦，对了，我要综合我之前的，哎，那等一下会断电这样子，真的，这可能真的会断电。老师，你起码要有点公德心啊！拿人家手腕，吃人家嘴软，然后你现在人在十一楼啊，对，又吃传染性疾病中心的食物，哎呀，中心主任在这啊，那我们就讨。不过 ，anyway，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期待有先圣先贤的风范，但是我觉得这不是错误的。我觉得其实来讲，黄院长给人家一个感觉，就是你看起来就像一个院长 ，OK。所以你出去，你跟人家讲说我们的院长是黄坤元院长，你的心中会感到一种骄傲，你不会觉得说 OK， 我今天出去，我不能再举其他例子了。我们真的讲说，假如你跟人家讲黄坤元，你真的会心中感到骄傲，你就说哎，我们过去我们这个院是黄坤元所建立的，我们也会觉得蛮不错。他讲话都有些时候哎，连讲的笑话都很好听。OK， 他偶尔也会讲黄色笑话，对不对？讲完之后，你还觉得，哎，这黄色笑话真是高雅，然后还笑得蛮高兴的，就是真的是这是非常难得的。我因为他还特别去，因为他一直讲说上课的时候要讲笑话，我还特别去台北的书店买一本英文笑话 ，OK， 就是为了要跟黄坤元学习。其实你们都不了解，真的，我其实是非常敬仰他，然后决心就是这样来做的。不过我们还是要说。类似这样子风范的人，在现代可能不是很容易找到的 ，OK， 所以我们可能要降低我们的要求。那第二个，我们就需要争取经费跟空间。好，我们等一下会再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概几乎你到哪一个地方去，你当校长、当院长、当什么，每个人都跟你讲说你要去争取经费空间。OK， 其实真的，我当了基所长，说句老实话，我觉得我当得不太尽职。我觉得我在还没有当所长以前，跟学生的 interaction 比当所长之后还要强。OK， 就我花了更多时间跟那个。其实我当了所长之后，就是到处去拜托别人要钱。啊，那时候黎焕老师就跟我讲一句话：跟别人要了钱之后，那么你就开始失去了自主性。OK， 其实真的是有这个现象。还好我要的人其实都还蛮 nice 的。OK， 类似这样，哎，不太好啊。我要的两个人都去世了。所以 ，anyway， 不过那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不过在讲的说，其实我们大概都期待这样子。可是大家一定要理解，假设一个院长不停的去外面争取经费跟空间，你想一想，你一定要跟别人做某一些 bargain 的。你不可能一个院长说我去争取第二研究大楼。你只要去争取第二研究大楼，你校长跟你讲什么话，你就必须要听他的话。你不能在那讲说我反对校园自主方案。你讲这一句话，你的第二研究大楼就少了四层楼了。那是绝对会发生的事情的，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 issue。OK， 就像有某一位院长跟我提到，他说他当了院长之后才了解到，以前黄坤元院长为什么会能够做很多事情。因为当时的校长 support 他，不然凭他拿一本比我们小的护照，大家都知道他拿的护照跟我们是不同的，他是小本的，所以每次过海关都会被海关拦下来。OK， 他还要特别跟他解说，有一次海关要进去查，他还说不用查的啦，这一本没有问题。OK， 类似这样子，因为他是属于异议分子 ，OK， 属于那种拿小本的护照的，还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马上就可以被辨识的。简单来说，大家都希望你的长官去争取经费。我自己去争取经费过，我知道争取经费之后，那两个人要希望我帮忙他什么事情，我就都要必须要执行了。OK， 这是大家要理解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你的院长看起来没有骨气。OK， 会来传达中央的指示。
OK， 这是大家必须要接受的事实。你不能希望你的长官去外面要了钱，然后又很有骨气的在校务会议站起来，直接指着校长讲说你刚刚讲的话是错的，不可能这么做的。OK， 这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在期待我们下一代院长要能够理解到，这其实中间是有 contradictory 的。第三个就是有另外一派的，他就说拜托啦，总是选院长谁都问，你就不要来找我就好了。OK， 就能够让我安居乐业。OK， 总是外面的钱我也去找，目前的 space 虽然小，我也可以一样可以过日子。OK， 只要不要来烦扰我就好。我大约归纳大概有这三类的。OK， 那我想这三类都是很合理的要求。我只是稍微简单的归纳，假设有谁当了下一任的院长 ，OK， 能够理解到，其实大概是一般的。所谓 faculty 的需求，第一点，让这个 faculty 走出去的时候，觉得他的院长是一个好像有尊严，有什么，就是他觉得他有荣耀，对不对？类似这样的感觉。第二个就是说，能够当然能够有 space 有 money 对最好。第三个当然就是真的万一不行了，就不要来打扰我们。OK， 类似这样子。所以，假设要看医学院的发展，我觉得应该要回到大学的目的。OK， 我觉得我们假设忘掉了我们的初衷，然后大家慢慢的，我等一下会提到某一些比较稍微可悲的事情。其实这就是 MIT， 我觉得这是两个很简单的 advanced knowledge。OK， serve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各位跟我熟悉的人都知道，我一天到晚都是谈爱国爱民的。那后来我把民字去掉，因为这样会牵涉到有共产主义，就是 people 这个字。不过最少来讲，我们应该 serve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所有的老师跟所有的人应该在心中可以感觉，这是 MIT， 这不是我说的。MIT 认为他们整个学校就是这两个目的，我要怎么样增进知识，那怎么样对我的国家跟对这个世界有所贡献。那台湾呢？台湾有 KPI 值，这是我今天讲为什么有 Key Perform Index。那其实我觉得学校都一直跟我们讲，他是很不得已。可是他说因为教育部要求，可是大家都知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却把这些表格弄得，你想一想，这是我们在填的表格。OK， 那吴副座应该常常看到。我们的 KPI 一百年执行，国科会计划多少？这个多少？这好像还没什么关系的 ，OK。然后多专利申请多少 percent？ 还有下面一个比较麻烦的是右边那一栏，学校要你填出101年的目标值 ，OK。你要产生多少 paper？ 要多少 grant？ 你要多少专利？要什么？我在想说，我们在做 science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100年填101年的 KPI 值，然后你就要达到，那你不达到你要怎么样？paper 继续从开始做开始，你给我钱，我开始会产出东西，都3-4年以后的事情了。OK， 那还有这一些 OK， 就是不论是研究、教学paper OK， 类似这样，这大概就是我们各位可能这都是我们在填的表格啊。OK， 在跟学校要说我们的表格，我想那个林老师也都知道，我们创新也都在填这个表格。学校一直反复告诉我们说，这都是因为教育部的要求，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完成这一些事情。假设是这样，你就把表格填完了就好。他每次都要加一句，作为明年经费审核之依据。OK， 那我觉得，假设你再加这一句话，你就不是把这个事情当成是一种 OK， 因为教育部呢，却跟教育部反映，教育部说，教育部我们也不喜欢这个事情，这是立法委员要求的事情。OK， 这的确是的，这个表的确是立法委员要求出来的。OK， 这不是教育部自己想的。OK， 那立法委员为什么会这么呢？很简单，没有拿到5年500亿的学校就会去找他们的立法委员，然后希望把某一些学校清掉。OK， 他们就可以补上去。OK， 这其实是一个很，我们讲这是一个很实际在上面运作的情形，所以会在第一年5年500亿完之后，突然间隔2个月又再报告一次。那一次我们收到通知也觉得好奇怪，怎么突然间，那就是又有某一个立法院又提一个。那其实我们都能够体会上级，因为这其实一层扣一层的 ，OK， 全部扣在一起 ，OK， 是一个很你很不愿意面对，可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子 ，OK 的状况。可是我觉得
当到了学校这一关的时候，你只需要把这个报表填上去 ，OK， 或者弄一些那个，其实不太需要那个。像这个计划书当然看起来就好多了，不像刚刚的 KPI 表，它叫你分析 SWOT 跟现有成果跟地位贡献。OK， 那我觉得这个看起来似乎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计划书的格式，但就是我刚刚那个表格就在这个格式之后面，就要求你填这个表格。那这个表格其实我觉得我就是从那个地方我要说的，假设一个学校或者一个国家或者在做这种学术，大家都在填这个表格，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事情。我等一下会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很麻烦。OK， 就是。你会导致所有的职员等那些认为我们老师就是要被这样评比 ，OK， 开始用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些老师 ，OK， 那这是一种蛮悲哀的事情。不过我们等一下再来谈那一件事情好了。我们现在只要来看说，我们现在第一点，我们不要去，我觉得这种用这种 KPI 管理本来就是一个，我们知道不得一定有这些表格拿下来，我们 department 都要拿到，就填一填送上去，总是其实为什么要 department 填？每个 department 加起来也不会等于学校，每个学院加起来也不会等于学校，因为都是重叠的，所以根本不需要叫每个 department 去填。我也不晓得学校为什么每次要叫各个 department， 你把各个中心加起来也不会等于学校，通通都数值都不吻合，因为不同的 department 就有同一篇 paper 会出现，除非你有办法将它 delete。所以其实所有的数据都是没有用的。我们一天到晚在填的各种表格，到学校去，他必须要用学校 NCKU 再重新电脑 screen 出来数据才是对的。你既然是要交代教育部，你干嘛交代下面的去填这些表格？没有意义的表格，因为你加起来的总数永远不会吻合的。单单生化所跟微免所，生化所里面每一个老师加起来也不会等于生化所的总和。对，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我每天都在做这个，然后学校这些人，我一直觉得很奇怪。OK， 这张可能要 delete， 我们中心的钱明年还没有。anyway， 我们先从研究谈起好了。这大概我只是把杰出奖跟特聘教授列出来了。你可以看到我们年长的有一票，看到壮年的已经不是很多，当然因为他们还在崛起中间呢。OK。可是我们要回去问这些现在应该研究还有适当成果的人，过去我们院里帮他什么忙？过去院里对他的研究帮什么忙？我们像我们不要问他，下次他不来，像问一下昭良兄，他一定说没有关系，对不对？我们来问一下其他几个，我想他都会感觉到跟我们的院没有关系的。 OK， 我想许贵生老师念的 你的弄到很杰出，跟我们院友没有关系嘛？他是靠自己打拼下来的嘛？王一兴更不要想来这边，还觉得受到很重的委屈，对不对？哎，这是我常常说的。其实来讲，我们过去在研究上，大多数的 OK， 我不能说里面有少数。就像你去问庄卫哲老师。他说：“真正对他研究有帮忙，是林明德老师当初替他去争取某一个东西，这样子而已。其他院里跟他没有关系，他全部靠他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拼命。其实每一个人都一样。OK， 我们当然说最近慢慢有李焕老师开始慢慢成立的 Call for City， 这我们会有一点作用。不过基本上来讲，我们在过去到现在，我们其实从来没有感觉到院方有给我们任何的支持，每个人都靠自己打拼下来的。”OK， 我们不要讲每一个，大多数的人都自己打拼的。OK， 没有人在理院方在弄什么。缺钱的时候，第一个就去找 local 的大佬问一下，哎，那边有没有那个群体计划可以写 ？OK， 好，就是这样子。这是我们一般的，这其实是我们院方要自己去想象一下，为什么绝大多数的老师，当他有成就的时候，其实你回过头来问他，他觉得跟院方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假如是这样子的时候，这个领导人其实要回过头来想，假设人家的成功跟你没什么关系，最好就不要管别人太多事情。我们现在院方好像觉得你们的成功都是我们帮助你们很多，其实你去看这些人，大多数都是自己打拼下来的。这也是上礼拜王一清老师给我的一个启示，一个人不管到哪里都会成功的，对不对？就是走来走去都会成功，就是这样子。
不过我们还是要，我们先不要去抱怨过去，我们说我们未来，我们希望假设我们的未来的院长能够注意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右边、左边那一栏在几年都会退休到了。大家再看一下，你看字很密哦，密密麻麻，你看都整排，这些在 next 10 years 都会，就是退休掉了。OK。所以其实我们不要太管这些老师了。OK， 那些你在投资，不是说不要投资的，是我也说明一下我的 policy。OK， 其实我接了研究会院长之后，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只是，其实这些人大约大多数大概都有接受到 postdoc 的支持。其实我只有改变，我要先说，我改变了一个制度的方式。那个制度的方式就是根据你的一些成果。各位可能不晓得，以前在研究委员会里面怎么决定你有没有 postdoc。有25个委员从一票投掉25 ，OK， 就是每个人，譬如说今天有39个 applicant 的，他写12345写到39，由这样去 vote，OK，、okay? 那有一次我们汤明哲老大竟然跌出榜外，我说这下怎么可以，对不对？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因为纯粹靠 vote 是等于在，我不晓得怎么会有这种用民意来 vote，OK，、okay? 谁可不可以有 postdoc？OK， 所以我上来其实只是修改了他的方式，就是让，所以我们大致上刚刚那些人几乎每个人，你不管公平不公平，那一些每个人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有一个 postdoc 在支持。OK， 你不用再去担心说，因为你的 academic performance 自然就会显现出来，而不需要再，也是还要 vote， 不过因为分数都出来了，所以大部分的 vote 会根据那个 score 来算这个事情。OK， 不过我觉得我们的 focus 在下一个应该是中生代跟年轻的老师。在这里我要提出一个，我们都说我们一天到晚都在鼓励大家要 creative research， 其实大部分的创意都是失败的。这也是 OK Stanford 的 School Engineering， 他在跟博士班学生挑 topic 的时候，他说一定要去挑一个 topic 只有 20% 成功的概率， OK， 不是去挑一个 80% 成功的概率，是挑一个 20% 你才能够做出伟大的研究。70% 会成功，也可能有好的 topic， 但是大部分可能都比较可以去 expect， OK。所以这是一个，就是他是就是 Stanford 的，就是他创新的那个中心的主任， OK， 他写过一本好几本书了， OK。那么他就说，当我希望我在20岁的时候就懂的事情，听说在台湾卖了70000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OK， 啊。大家应该可以去看一下，里面有一些不是很正确的，不过我觉得还是有不错。他的 title 其实最终还是告诉大家说，你要奖励聪明的失败，不能够单单去看。换句话说，假设我们国科会当然很难去奖励聪明的失败，可是你也看到说，我们孙宜翰教授也提出来，他要用一个方式，就是将一些小计划，可能只有60万左右，完全没有任何 publication， 只有写你的 idea。OK， 纯粹凭你的 idea submit。OK， 你也没有名字，全部是匿名的，在国科会来会把名字全部去掉，只有那个 concept 的 proposal 会寄给人家 review。OK， 就是说你假设你有提出够创意的 proposal， 他当然不能给你太多钱了、啊，他就是给一个像60万左右的这样的计划，他就会提出这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 concept。OK， 有一些创意基本上来其实很容易，就是说我们应该。不要看到别人失败，大家都看到成功了，大家都会去称赞他。可是我们必须要去奖励，不是要奖励愚笨的失败，是要奖励聪明的。当然要怎么判断，在一个学校里面，大家都应该会知道。我觉得假设国尔，你都会知道哪一个人，其实你平常就知道这个人很 smart， 他可能做了某一些事好像还不是很成功。我们应该 continue 给这些人 support。我们其实应该要去。有些 scientist 的目前你可能看起来他好像还成果不是很好，我觉得对 young scientist 或者就是他只要不只是在努力研究，我刚才在跟我的就是还要能够继续求改进，因为有些时候还是自己可能有犯了某些错误，能够继续在不停改进。我们应该要不要说只有看到我们大部分台湾的 system， 或者我讲大部分的 system 都讲不是只有台湾，我们都只有奖励成功，看到失败，我们就会替失败者找了很多很多的其他的来说明他为什么失败。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 ，OK， 去奖励这些，我们都知道旁边哪些人，他们其实还蛮聪明的，蛮认真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想办法去鼓励他们，去奖励他们。我觉得这才当
有一个失败的人这样被奖励的时候，旁边的人他才敢有那个胆量去创新。他知道纵使他那个时候他还会受到 support。 我们大部分是看别人，假设你看到哦，他一创新他就倒了， OK， 那谁敢创新，对不对？每个人都有家庭，回家还要面对老婆孩子，对不对？那你就在那边，我要创新，我要创新。可是你只要看到别的创新的人，纵使失败，还能够得到某一些 support， 我觉得就会鼓动年轻人 ，OK， 真正能够开始去做一些创新。一定要，这是我一直认为，我们常常都在告诉人家说，电视上都一直有哪些有创意的人成功，其实大部分的创意都会失败的 ，OK。大部分的创意都会失败的，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这一些的事情。第二个，鼓励合作。那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啊，其实刚两点的时候，我去听那个邱成桐教授他在讲十维空间，虽然我也听不太懂十维空间，只知道六维被压缩住，只剩下四维 ，OK， 然后变成一个小的空间。不过还是他是一个数学家。他就说你怎么跟物理学家在一起 ？OK， 他就是跟他这样 interaction， 自然就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发现。OK， 但是也不是说要很多人，像我们家群体计划一定要多少个人，这也不一定啊。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James Watson 说的，他说两个就够了啦。他说你不需要去找，其实你一个临床一个基础，两个也合。那其实现在大家因为都太年轻了，不晓得当年我跟黄金鼎的历史。OK， 话说十几年前 ，OK， 差不多哦，共产嘛被局长你好。Anyway， 大概快十七八年前，我刚到成大的时候，我跟黄金鼎合作，这也没有什么跨领域，只是他是一个做 pharmaceutics， 我是一个做 mobile 的人，我们 combine 在一起，真的在当初大概在1990到1994那时候那几年之间 ，OK， 那。发表的 paper 大概有几篇，大概都是 cite， 大概都上百次以上的。就事实上有一次好像在好像是 NRPB， 好像没有找黄金鼎，那 NRPB 的 leader 还说这怎么没有找黄金鼎，类似这样的状况。我觉得他的确就是其实只是靠非常简单，我跟他两个人合作。但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这种合作常常容易失败，其实要一种彼此的互相的尊重。我还是讲合作不是我比你高，我是一个 senior， 其实黄金鼎那时候比我 senior， OK， 那么不是说有一次我记得他，不过这也是我年轻气盛，这是真实的状况，我拿一堆账单给他报，结果可能刚好过了报账的时期，他就拿回来给我说能不能请我再换一个那个，他说你也知道我年纪轻火气很大，上去整笔账单丢在他桌上，拒绝跟你合作，账单你拿去报就好了，你还跟我废话连篇。OK， 啊，他真的后来自己就去把那一笔账单想办法把它弄掉。OK， 不过你想一想 ，OK， 事实上他是比我 senior 的 ，OK， 但是他也能够忍受我这样子直接把东西丢到他桌上去 ，OK， 类似这样的，这才是构成我们长达数年的合作。OK， 我一直觉得我们现在的。我其实上举的就是大家能够彼此互相，有些时候你还要注意到 junior 的，有时候通常火气都很大了，他可能不了解报账的流程。我现在觉得当年我实在太那个，其实常常到十二月份就关账了，根本就很难报那一些账。OK， 这样子。不过我觉得这其实很多时候合作必须要这种关系才能够 OK。那我觉得最少来讲，我在当年我其实比较少跟别人合作了。不过我觉得在当年那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蛮好的合作的结果，并不需要有太多人。我觉得为什么需要合作，尤其叫新来的老师，我们只要能够保持着一个平等的态度 ，OK， 跟他去合作的时候，其实我们一些现在常常会有一些新的 technique 或者新的 view， 就会让我们整个研究往前面去突破。当然，大家都知道要 interdiscipline， 这个 interdiscipline 就不是只有指临床跟基础了，真的需要跨领域 ，OK， 像数学、物理啦，或者我们要直接 OK。去跟其他的学院甚至一些去做 interdiscipline， 那这一个状况其实那个我觉得还有待很多的努力了。其实我刚接的基所所长，我就去找材料所所长 ，OK， 那我希望说看能不能基所跟材料所能不能去进行一些 collaboration。那不过后来我当去那边谈了回来之后，我就发现我碰到一些另外的一些问题，所以后来就没有
把记忆所跟材料所去进行一些 collaboration， 因为我觉得唯有将不同的领域大家能够跨在一起 ，OK， 所以到目前为止，材料以前的材料所长跟我还是认识的，就是我们在里面就曾经谈过类似，看大家能不能这种 collaboration 的情况。为什么 interdependent 还是一样使研究做得好？我觉得假设在下一，我一直期待下一任院长应该是在这上面能够琢磨一点。这个不是说去找人家，这个真的有些时候要从底层去做起，去 promote 这样子的一个气氛。OK， 我们现在常常一天到晚都要接待什么英国来的系统啦，哈，还有下礼拜有 UT 来的系统等各种，我觉得国际合作也是一个好的方式。OK， 不过单单在我们这里是一个综合型大学，应该去其实假设可能我们应该尽量去 promote 这方面的。那下面当然还是要谈一下 education 了。简单来讲，我还是把我对 research 的期待，我觉得 research 大家还是第一个，我觉得希望能够。未来的院长还有大家的 faculty 能够真的对于很认真也在寻求改进的年轻人能够加以 support， 而不是纯粹看说他有几篇 paper， 我觉得那一种态度，单单那一种态度就会使得年轻人感到失望。 OK， 那在这上面我们可以利用一些 collaboration 等那些方式，而且要容忍年轻人通常火气都很大，真的就是你对这些年长的人，坦白说都不太尊重了，啊，不要容忍，一定要容忍，真的。那个，你知道，年轻人曾经回过一封信，上面直接第一句话就 "It's a shame you have done 什么"，我只好赶快把那个字往下，那个、电脑往下面 screen 稍微扫一下，然后还要很心平气和的回信。我希望年纪大的人一定要有这种，因为你一定会受到年轻人很强力的攻击。OK， 因为这些年轻人他们也没有什么错，但是因为当他们才有他们的 energy 存在。OK， 那当然 collaboration， 我觉得我们是可能院长可能在这上面需要做一些 collaboration， 可能是一个好的 education。其实是我一直我本来不太想谈的。OK， 其实我们现在是应该要重视一种 interdisciplinary 的 education。我比较忧虑的是，整个医学院的 education 在走向 single discipline。虽然说我们都在说要做跨领域的研究，可是我们从大一的生物开始教自己的老师上课，你不去跟生物系的去做 coordination， 连跟一个课程都没有办法去跟别人 coordination。OK， 类似这样的方式，我们的化学现在自己在教 ，OK， 都是自己的老师在教这些事情。连这些事情都很 simple， 可以跨开，我们在一个不同的学院。我们整个学院里面现在都是自给自足 ，education system 在自给自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错误的方向。就在不同的跨学院的老师，自然就会有他不同的看法，就会有他不好相处的地方，大家就必须要各退一步 ，OK， 去 coordinate 这个事情，而不是把人家只要不教我们希望的方向，就拿回来我们自己上，然后叫几个年轻老师，总是都是副教授跟 assistant professor， 没有一个人敢说不。OK， 我本来是要针对那一个做很多的看法，不过我来说，我们应该要重视 interdisciplinary 的 education。另外一个要让教学变得更有趣。OK，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老师一天到晚，我其实真的我仔细研究过，现在我们院里面推动的 PBL 跟 TBL 都是正确的教学法。我要先说，它都是正确的教学法，但是整个方式使得。老师们在教的，很多老师的教的实在不太很有兴致，我觉得其实要注意这个，然后甚至还有人要统一教学形式 ，OK， 就是一定要用哪一种教学法。我觉得，纵使是 PBL， 你也需要参与的老师具有很强的热忱，在那里面一直 involve。你最重要的是，我们常常都在跟学生讲说 ，follow 你的兴趣，为什么碰到老师都不用呢？OK， 碰到老师，你们通通都要 follow 我们的 format。我一直觉得我们这里有很奇怪的事情。OK， 就像我们类似在算，我们不管是算哪一些什么 KPI、RPI， 我们大专联考好不容易要把分数打开，然后等到你开始出社会进到学校，竟然开始算起你的分数。OK， 我一直不了解这到底怎么发生，变成这样子的状况，这其实很不好的。我等一下再还是要举到那个例子，令我觉得很不 happy 的例子。不是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我只是感慨 ，OK。
OK， 我觉得我们应该使教学更有效率。我们都在讲说 student， 每次我听为什么上次提到说 student center education， 我听了每次就火气大起来。你要算 cost， 你要算说你投资多少的人力去教你得到多少的成果。你不能说学生的成果是无限这样，然后你老师就一直投注下去，这是错误的看法的。其实另外一个我要先说一下 ，OK， 这个假设这个一定要录清楚。我们现在要开始进行 block teaching 的 method。block teaching 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当掉学生，都没有想清楚这个方法。高雄医学大学就已经碰到这个问题，他们已经连续好几年，因为 block teaching 是很多个老师在那里面，你没有办法当掉他，所以到最后学生就无那个。但这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当然一次我在跟高一大学有提到，其实并不是很困难。我们现在不是常常做 grading 吗？你只要20个老师对所有的学生都做 grading 完之后，只要在后面 30% 或者后面 20%， 只要他出现几个老师，那一门课就废了掉了。OK， 其实不是没有办法的。但是现在的整个医学教育呢 ，student center 一天到晚一个学生被慢一年就出来那个，这是错的。这些学生出来是要当医生，是要去救人的。你怎么可以说 OK 他慢了一年？我对退学很不喜欢呐 ，OK， 我觉得 那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但我觉得学生慢一年毕业 ，It's OK， 那没有什么，当然有一点那个，不是要让学生让你们能够知道。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这些在进行所谓 TMAC 的人去想象一个好的系统对于 block 的 teaching， 这不是很难 design， 这些医师都很聪明的，不去想这个问题。OK， 所以我要先把它放在第一个。这个制度没有先建立起来，学生就会散漫。我们不要千万不要想说老师或者学生都是属于善良，没有那一回事情。学生只要看清楚，你不会，你没有办法当掉他，自然就会很散漫的学习的。OK， 这是要先想好这个系统。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 ，OK， 甚至 TMAC 或这种 block teaching 都已经实行好几年，都还没有看到这些所谓人在想这个事情，他只管。OK， 我要推动这个系统，我能够成就哪一些事情？我其实在十年前就提过，老师的角色会慢慢的衰落下来。当 Internet teaching 越来越强的时候，会越来越……其实老师们不要再把自己，我觉得我们在这里说着重 education， 你是真的要着重 education， 但是不是着重在这些 teaching 将来从 Internet 的很多大师会在那边上课 ，OK， 直接就会出来了。我觉得我们要老师们要面对这个问题。我比较主张，其实 learning by doing， 医师们早一点就送到病床边去学。你设计了老半天一些奇奇怪怪的那个，你送到病床边，在旁边观摩，就马上学到了。就像我们在这里，你在那边 design 很多很奇怪的实验干什么？到了实验室做一做 ，Western run 一下，你就知道怎么一回事情了。OK， 需要应该让学生直接去 involve 到实际的工作。OK， 实际的所谓 medical 不一定要直接，你就在旁边看着这个老师怎么样看诊，直接就送过去了。不要在那边花了很多的时间。OK， 那么你看到一个老师怎么诊断病人，除非这些老师都是错的。OK， 不然没有必要那个。我觉得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的很奇怪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还是要说 basic knowledge， 其实 PBL。我一直都很怀疑这些做 PBL 有没有真正读过 PBL。PBL 的 training 的一个最刚开始的问题是对于 beginner 它会出现很大的问题。Problem-based learning 是在你开始有 beginner 的，这已经做过的 paper 出来，就是说当 beginner 以他的 knowledge 有 basic knowledge 之后，这些 PBL 可以帮助他开始 integrate 他有所有的知识。而不是说你从一 course 一开始生理学开始第一节就用 PBL 教。可是这些搞 PBL 的人，你好像不去读 paper， OK？ 你要先传授基本的 basic knowledge， 然后再开始用 PBL 的方式。PBL 真的是一个好方式。还有现在我们学护坐在新的 TBL team based learning， team based learning 是在针对 PBL 里面有些学生混水摸鱼， OK？ 他怎么样去把它 improve？ 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好的系统。不过在那中间要先把 basic knowledge 训练好。其实对 education， 我觉得大家老师们应该面对一个实际的问题：我们大部分的知识都从 Google 跟 PubMed 来的。OK， 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是那么着重需要老师，所以老师必须要很……还有一些老师，我们要说还在一直在拿着 textbook 去 teaching。OK，
但是老师是不是不应该拿 textbook？ 也不是的，但是你必须要能够真正把它吸收成精华。OK， 那应该是要传授什么事情呢？我觉得你应该是要传授整个的，譬如说，就像我们在听今天在听邱成桐院士在，我觉得不能废掉 lecture。你今天听到一个大师在那边上课 ，OK， 他教的东西我听懂大概 1.5 成吧，但是我在那边听了觉得，就感受到他那一种对于一种学术的执着 ，OK， 等那一些事情，然后怎么样去进行 collaboration。我们刚刚放了一张 slide， 是不是说大家要进行 interdisciplinary 的 collaboration？ 那个只是一张，可是当你听到一个老师，他就真正这样去做，去跟不同领域，人家就问他说：“啊，你怎么收的 postdoc 的都是属于物理的 ？”OK， 类似这样的状况啊，我觉得就是用这样子，真正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是靠 lecture， 你 PBL 是会破坏文化的传承。OK，PBL 实际上是会破坏文化传承，因为这一些非常优秀的老师，他有一个文化在那个地方，你会把它断掉。因为 PBL 是从学生自己去学习，你只能在旁边让他自己去 self learning， 你会破坏文化的传承。而且有很多时候，某一些创意，你会听到某些人在，你想看，虽然说三个臭皮匠，三个学生在那边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创意，不过假设这些老师是属于这方面的精英。他随便讲几句话，你可能从里面就可以觉得，哎，某一个新的观念应该这么形成。然后你把这些老师的 lecture 通通都说大家不要去上了。OK， 我觉得 PBL 的假设是老师的上课是很枯燥乏味，根据 textbook， 所以你们最好不要再上了，让学生自己学。OK， 它其实 basic 的一个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学生没有在听你上课。OK， 他是根据这些 assumption， 所以当他们发现经由 PBL 之后，他们的 teaching 会因为学生其实在那个方式下，他被 force， 他去学习。OK， 其实只是一个 force 让他去学习而已。我在这里我不是要去 question 我们整个所有教育的 system， 啊，我是觉得我们必须要真的好好去省思这些事情，而不是我常常觉得人家告诉你一件事情就开始往前面自己去猛做。我常常真的我回顾到四五年前。我们在开始推 PBL 的时候，我就问，常常想问他们一句：究竟你们读过 PBL 几篇文献报道，还是听别人演讲一下，然后到加拿大去一趟，就说我们就要进行 PBL？ 我觉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OK， 另外一点我还要 complain 的，当要进行整个 teaching education 的改变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一场公听会，我没有看到任何一场公听会来告知我们说我们要进行如下的。Education 的 change， 我猜测他的系统应该是对，可是你没有进行任何一场公听会，来告诉大家、听取大家的意见，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integrate， 将我们的过去的这个变成一个 block 的方式。教育是一个很长的事情，虽然上次何老师提到说我们的 faculty 的 change 这个事情，不过 faculty 的 change 换来可以换去，我说基所跟这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像这个 teaching 这个事情，这些影响学生很多的事情，怎么可以这样直接就改了呢？那这个我们就不谈这个，下面谈我觉得更 serious 的问题。这也是我目前我因为什么我的 title 是说我们不要管理。你看我们的 service， 你看我们的表格是什么？我觉得单单你在填这种表格的时候，我觉得人的人格受到羞辱。OK。还有一点哦，他还特别说明哦，要附资料，佐证资料，你填的不算数，你要附佐证资料。我突然在想说，你知道这发生什么事情？我在 Ohio State 的那个朋友陈进士，他要申请我们讲座教授，他把资料寄来，你知道我们的资源跟他回什么？请你附佐证资料，你曾经参加什么事情？他直接他就直接标，他说哪有？这种学校，因为我们的职员都已经搞成是这样子的，任何事情对老师讲的话已经不相信了。你只要说我什么时候去参加，这个我不怪那个职员，那个职员跟我也很熟 ，OK，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很蛮尽责的，可是他就直接这样去处理这个事情，甚至在美国直接就飙大骂，说你们这是什么学校、啊？从来没有一个学校说要。聘请一个讲座教授，要求你上面的资料要附佐证资料，这是什么学校？这为什么会造成我们的职员有这样子的想法？
因为我们一天到晚都在填这些表格，然后每一个事情还要从电脑去 download 你上了多少课，上了多少分。我不晓得，在刚开始的只是为了公平啦 ，OK， 就是这样子，大家不会有争议或什么哪些事情。不过在这后面，它的后续性是。有教师有哪一个？你是属于在工厂里面的工人吗？要算出你的 productivity 有几分或什么？我觉得这对学校跟我们的所谓 advance your knowledge， 还有去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悲的，就是说我们在大师都在谈风范，我觉得其实我们不要去期待有那么伟大风范的院长或校长，真的。你想一想，单单他填这些表格，他就已经快发疯了。OK， 我真的要讲。假如黄坤元院长在，他绝对不会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对于升等，我其实有个小小的看法。我们所得税有完整表格，还有检视申报。OK， 我其实我相信大家建议我们的长官建立这些表格，非常的，我觉得应该有升等检视表。OK， 你只要把你的 paper， 我们以前都这样子啊，我们以前这是我们以前的表格啊，升等论文写上去，我教学时数多少，那。教学好像还附一下，因为那个都有了，就是说那个评语 4.3、4.5、3.8 那个一下就好了。然后教学服务用一两页写一下就好了。OK， 请勿要求附佐证。OK， 我写完就在上面，你在学校你就有这个档存在。OK， 你将来可以回过头来说我撒谎。OK， 你怎么叫我去准备说哪一年我去外面参加哪一个会，我主办什么会议怎么样？我觉得这简直是在 humiliate 我们的学校。这个我要说的是，我是到最近澄清是那个事情，使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对的。一个职员对于我们去聘一个国外的讲座教授，跟他讲你要附上佐证资料 ，OK， 这就代表他已经认为我们老师就是这样，都去 evaluate 这些事情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这就是一个。我还是当然，这只是期待，因为大家，因为我们的长官已经做了那么久，做了那个表格出了，我们要求他不要用也不好。但是我觉得，假设应该有老师他可以选择，我的 publication 也蛮不错的 ，OK。然后教学时数还是要付啦 ，OK。你的教学时数多少，那很快就可以下来放上去就好了 ，OK。一两页描述一下，你说服务去算说我们有没有去，真的你要说这公平吗？有没有参加委员会？我想很多年轻老师连要参加委员会都被人家排出来。OK， 因为委员会现在是怎么产生的？不是你填了就有啊，是召集人在那边勾这几个我要他进去。OK， 类似这样子的，然后再把他除掉。然后你要当医学生的导师，我已经好几年都当不到了。虽然我很喜欢跟医学生聊天，而且好几年没有机会轮到我了，因为现在用 on doctor 或什么，总是一来就给临床老师去了。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我就一直觉得我们开始 doctor 全部变成一个 single discipline， OK， 类似这样子，这本来是应该有很多的机会跟不同的，连跟基础老师都觉得我们不太适合带医学系学生，因为我们是基础老师，我也不晓得这是什么观念。Anyway， 我是在讲说，我们能不能稍微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一些的事情？我们当然还是会，我想年轻的 assembly 会的还是。副教授都还是要填这些表格，不过我觉得真的短暂期间里面，我已经开始看到了，单单职员建立的这样的想法，然后老师们开始去收集一大堆去外面开会的，我觉得这是什么世界啊？你应该想的是，我常常讲的，怎么样去增进这个世界的 knowledge， 怎么样改变这个世界，而不是在我去参加几次研讨会有什么关系？啊，大概接近尾声了 ，OK， 我还是这是我常常给学生的一本书 ，OK， 好，就叫做怎么样过一个快乐生活的100个基本原则，大概常常学生给毕业的时候我都送他一本 ，OK， 好，哎，这是有科学哦，有根据的哦，不是那个，后面还有 site reference，OK，、okay， 其实它里面的第一条就是这一条，我蛮喜欢这一条的 ，Your life has purpose and meaning。其实人们会感到快乐，是因为你觉得你的生活有目的、有意义，啊，稍微不吃一些好吃的东西，其实 it's okay， 没有住到很好的房子 it's okay。而且为什么说很多人说 you are not here just to fill space or to be a background character？
你不是来做一个背景的，你就是在这个世界，你就是一个主角。OK， 在那里面去演你该有的角色。OK， 这是我们常常说的 ，Nothing would be the same if you did not exist。OK， 我觉得每个人要确认自己的。我觉得我们这些是在弄一些表格，我觉得要使我们真正的老师，或者是要让每个人觉得你的每天来学校你是有目的有意义 ，OK， 不是来这里说人家告诉你做什么事情，人家 evaluate 什么事情，我觉得你才会有意义 存在的 ，OK， 啊，这个真的有 reference，OK，、okay, 这个科学实验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在讲说，我希望我们的真的新的院长能不能让大家有一个共同奋斗。我觉得这个字我用很小哦，公平无私这个字很难哦，一点事没关系 ，it's okay，OK，、okay, 所以我把它放比较小。最重要是公平奋斗的目标，共同奋斗的目标，让大家去凝聚一个，让大家一个觉得说，我们好像正在把成大医学院，让我们整，你想你感受到你在改变整个世界。成大医学院发现某一个事情，不是为了 publication， 不是为了说你今天赚进多少的所谓权利金，而是在于说你今天真的有一个 drug， 好像在 5 years 之后，可能就可以 into clinical practice， 或者说你今天做了某一个事情，真的这是某一个 signal transduction， 突然间有一个 receptor 可以 endocytosis 进来。No one has found it before. OK， 我觉得这种事情是我们该做的事情。OK， 会让大家觉得有希望。当然，中间是不是需要一些 paper？ 需要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要希望 expect 的这个事情。所以我比较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明确的方向，领导医学能够，你知道我特别写持续荣耀，免得那个被人家批评。本来是要说迈向荣耀，我特别改，那我很小心的。anyway， 不过我还是要提一下，真的，我觉得我一直觉得我看了 MLM，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simple。我觉得我们其实平常脑中不要想太多事情 ，OK， 让自己觉得有意义。我们要该做的事情就做这两件事情。我们真正在 advance knowledge，OK，、okay? 我不要管我的 paper 发表在几点 ，OK， 我发表了一系列的都是假设，好像最近流行的 PLOS ONE。It's okay， 因为人家都不接受我这个看法，我是一个非主流看法，我连续发表了六七篇 PLOS ONE， 可能在20年后 ，OK， 人家就发现我讲的事情真正是对的。其实像今天邱院士讲了，他很多事情他提的，经过10-20年后，人家才发现你用的某一个理论是有效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用这个角度，然后在随时间，我真的觉得我们其实不要再去想它，不要再让下面的飞口一天到晚在想着。当然我们是要教育学生，不过不要一天到晚把教育学生，我们教育这个学生是要让这个学生将来 serve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OK， 不是在让他说普普通通做一个普通，我们是要让他能够去做一个真正有用的人。OK， 能够去 serve the country。所以为什么上次我会跟汤明哲老师起的，因为我还是要再说明一下，这是我的观念。假设我们的医学教育真正是成功的，那么成大医学系毕业出来的 学生，他应该具有 humanity， 所以他在选择所谓我们的四大科内外妇产小儿，他的 ratio 应该比其他学院的毕业学生要高，你才能够证实你的人文教育真正带给的学生。假如你今天说这个是因为所谓健保制度给的给付不对。这不能这么说的，我没有，我说我没有要求我们的医学系的学生都去选这四大科，但是假设我们教了一个学生，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到最后每个人去选皮肤科、精神科、眼科，前几名都在那里，我觉得你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的医学教育是成功的，我实在很难认同。我还是要这个我可以公开可以录着放，我没有要求要增加多少，我说我只说你能不能看到你的数据比别人增加 20% 或 30%， then you can be proud of yourself， 说我的 education 是成功的，我让他们真正感受到我们是要去救病人，而不是为了说很简单的处理一个 OK skin 的 wound 或哪些事情。我还是要重新申诉这一点，虽然我想汤老师可能不太同意我的看法 OK。
我觉得我们能够回到一个大学的基本意义。那最后我们一定要放着老有所用，我们虽然老了，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多做一些 mentor， 还有一些 advisor， OK， 可以给年轻人意见，因为其实我们这时候到我们这个年纪比较不会想吃别人，所以年轻人可以比较放心一点。因为这我为什么刚刚特别把那个公平无私放很小，尽量不要用这个方法去批判别人，因为公平无私是很危险的字。什么样是公平很难说 ，OK？ 什么样是无私？我假设觉得某一个领域特别好，我觉得那个地方还是要注意 ，OK？ 不要太过分就好。我常常觉得不要太过分 ，OK？ 你应该 allow 别人有一些你看起来觉得不太公平或者有私心的地方，用那个攻击别人是非常容易，但是其实那个不是 to the point 的地方。老有所用，就是我们这里是刚看的左边那个字很小那一批，是，大家可能看能不能就是壮有所居，还是要去找 space。我们的真的就是我们这些中生代做得很好的人，理论上来讲，他就应该有更大的 space 嘛，对不对？我们老的不要再去扩张 space， 应该要让这些壮生代，他们将来还有二十年一任，我们要让他们的 space。去往外面去扩张，假如有新的 space， 应该给这些人去扩张。我觉得其实应该规定一个六十岁以上的人 space 不得再要求，不管你申请多少，就要不得申请扩张你的 space。OK， 因为真的是要给这些人还要再成大一二十年，我们要给他当然王贤老师再小也可以做实验嘛，可是给他宽一点，他不是可以再容纳更多的学生？可以什么？我想许贵生老师也是一样，我觉得要是。这个 space 应该是让那年轻人为什么不谈 space？ 年轻人刚开始增加太多人，对你们不见得是好事。这个大家有这个共识。年轻人是应该给他 research 的 support， 你应该想办法经由一些 mentor 的方式，还要给他 grant money， 或者给他我们常常讲，其实一个实验室最一个年轻老师能够适当控制大概是六七个人左右 ，OK 是最的。当然不到六七个，我们就要想办法供应这样的人。给他到六七个左右，让他慢慢茁壮了。但是其实过了六七个之后，你就慢慢发现你的 handle 能力其实没有那么好，不需要用到那么多。但这时候需要什么？需要一些大家给他一些 advice， 或者给他一些偶尔他在做一些创新的失败过程中，大家应该给他一些 support， 而不要说我常常举那一天孙宜汉副主委来，大家也都知道孙宜汉其实回到中研院之后有大概将近7到8年。没有任何一篇 publication 的 ，OK， 他自己那时候有时候出去外面吃饭都会紧张到突然间整个还是压力非常 stress 非常大的，我们一定要理解。但是他经过八九年之后，他就连续发表两篇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t papers。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给年轻人这样子的一种 support，OK？ 那 space 我觉得成大的 space 对于年轻人应该暂时间到他升到教授。大概副教授中间以前应该都还够了 ，OK， 应该不需要。我觉得应该给他，我觉得应该把这些能够让大家在里面有一个希望。那年纪大的人，我还是要提一下，像上次任老师、任夫人，我一退休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可惜啊。他应该多在这里帮忙我们改一下 paper 哈、哦。那不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知道他是一位非常有理想、有抱负去教原住民小孩。我是非常感动，但是我还是要提一下，要教原住民小孩，请让我们的学生他们去教就好了 ，OK？ 因为像我们受过这么多的 professional training， 其实像陈老师，他有那么多的经验，那么多的那个，他可以帮忙我们修改生理所老师的 paper grant 等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会对我们整个成大医学院有更大的 contribution。我也。觉得去帮忙原住民 very important， OK， 我觉得真的我也觉得，但是我觉得像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请北一女的学生， OK， 建中的学生，台中一中或者南一中的学生，这一些去教英文，还跟学生也打成一群， OK， 类似这样的状况，我觉得我们老师退休应该能够做一个更好的 OK guide 这些年轻老师的角色，
我觉得像我们基所好多篇 paper 都没人改啊，对不对？像陈老师讲能够帮忙的话，能够慢慢修改，然后跟学员讲说你这个英文也很痛苦，真的跟你讲你这个英文怎么写这么烂哦，类似这样子，然后去 improve 这样 situation。OK， 我当然知道这些，不过特别要请任老师千万不要退休哦，继续在这里支持我们，我们这是公开事情，知道吗？OK， 其实这大概我大概就简单就讲到这里。OK， 那其实我是临时来垫档，不过我还是希望真的我们能够让大家，我其实我做人其实只有说句老实话，我真的是不是我真的就是把 MIT 那两个字当成我的生平的座右铭。OK， 所以你刚刚看到，其实吴指导这里知道了，我常常讲，我们就是增加知识，为国为民。我其实我不太谈成大，我也不太谈医学院。OK， 我几乎不谈这些事情，我只谈国家民主。OK， 世界，我几乎认识我的人都知道，你很少看到说我要让成大变得更强。我为什么要关心成大？我关心全人类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就像说我为什么对于环保的啦或什么，我都会觉得非常的尊敬或什么，因为这才是我们要不要说局限在一个非常小，局限在非常小，就是大家争来争去。类似这样的状况，我觉得我们应该以一个知识的增加。那我们每个人回家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在做的事情，你会觉得 feel proud of yourself。OK， 虽然今天又 paper 又被 reject， 不过回家还是会觉得 proud of yourself， 会觉得感到自我的骄傲。我是比较希望我们的院长，未来的院长能不能带领我们走向这样的一个路上走。OK， 啊，最后谢谢大家。OK， 不好意思。